醒醒醒，宝贝！不行，沧海，媳妇沧海！没羞没羞的，哎呀，白白嫩嫩的。你觉得咱俩自己生的话，那不得生个猴啊？别乱说，你咋生也生不出来这样的孩子呀，是不是？真招人稀罕。亲一口，来，让娘亲一下。哎呀，来，我也来一个。哎呀，别整没用的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都明白事儿了。你这样啊，今天呢，我就把我的位置腾出来。娘啊，原来天天往楼我睡，这回呢，楼你睡。你们娘俩把感情培养好，然后呢，我好给你解训。噗噗，来，大儿子，来妈怀里来，快来。哎呀，咋样？这好大儿子。我的小宝贝儿啊，哎呀。媳妇儿，回来了，先喝口水。你师傅咋说的？我师傅说了，你师傅练的这本《天山童姥》的武功秘籍是假的。假的？嗯，伤害不大，只需等到月圆之夜，便可自动恢复原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睡哪里了？往上窜一窜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小子太有劲儿了。哎呀天哪，乏了，醒醒醒，宝贝儿。不行，沧海。媳妇沧海。